他完全就是不同世界的人，他是活在韩剧里头，跟女大师傅什么的。他是对每一个女朋友都这样，还是我真的不知道？我刚开始是把他当成是 gay。马奎尔被羊脱袜子伺候宠成公主，老公急扣提醒吃饭，怕儿子饿。他是你所有男朋友里面最都是最疼你的吗？嗯，就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类型的。对对对，以前都是我在养。以前男朋友都我在养啊，我自己喜欢，我自己养啊。这个是就是第一个，是哦，对，养我的男朋友。目前怀孕四个多月的 Markel 吴玲当天和小三岁的医美诊所股东小金金先生登记结婚。现在才遇到第一个养你的，对，那你觉得太坎坷了吧？不会，是我喜欢那样子，这样子我讲话比较可以大声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是我的。小金养你，你也是敢跟他大小声，有差吗？他想要做很浪漫的事情就给他做，可是就是。对我来说更不需要，他完全就是不同世界的人，他是活在韩剧里头的。你可以说，等我现在送他回去，他就会已经在楼下，然后他可以什么样，弄得很帅的自己等他回来。可是我根本就是赶快走，快一点。生活随时都有很多惊喜，还是惊吓？惊吓，惊喜跟惊悚。要帮他脱袜子、脱鞋子，帮他洗脸。他帮我。在卸妆，我觉得我就起来，我说在干什么？我睡着，他在那边弄那个卸妆，我就起来，我说干嘛？还被我骂，我说我不卸妆睡觉，你不知道？而且他以前的就是希望的那个女朋友是什么都不会的女朋友，吃饭，对，我说我可以自己吃，在他妈妈面前，妈妈也笑了。他是对每一个女朋友都这样，还是我真的不知道？我刚开始是把他当成是 gay， 他有散发出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姐，你看我妈姐，都说不出来，都是跟你告白。你不是 gay 吗？他打动你的点是什么？就是贴心哦。贴心很感啊，以前都是那种说说的啊，但是已经就是怀孕之后就是已经在做一些就很积极的，对，看房子啊什么的，看车子啊。你老公打来了，哦，不要。我是修宁，好，小金你好，我是小金，是，你的声音好好听哦。你不嫌弃。谢谢，那有需要帮你们准备晚餐吗？不用不用，太客气了。最贵的，谢谢。那老婆，你的晚餐，我怕儿子饿。我现在在工作，可以吗？晚一点跟你讲。嗯，好好，拜拜拜拜。他感觉真的很体贴耶，他一直说要养我，一直叫我搬去跟他们住，他要养我，非常爱屋及乌。对吗？对，你已经跑到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，这样救命啊！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肉麻。对，我觉得今天访问可以结束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辛苦啦。马上放弃有没有？我希望你儿子也是这种暖男路线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美一点。他年纪要什么？怎么带他？我是放任型的，因为是男生嘛，就是我不会给小孩意见。假如说啊，我不想去学校，那你不要去啊。然后我不想写功课，那不要写啊。我就会跟小孩应该会讲说，那你可以不用去学校，没有去学校的那一天，你要过得很充实。他也 OK 啊。他就是因为不自由，到现在才变这样。